小伙伴们都特别乐意出街溜一溜，平均一个月起码会出来溜上两到三次。Ouais, ouais, c'est assez fatigant parce qu'on a 13 kilos sur le dos et bouger avec ça, c'est pas évident. Porter le hanfu, ça permet de toucher un peu l'esprit chinois. On a vu 14 poètes pour lire des poèmes au Gaoud. 我是2019年就开始知道汉服这个活动了，但是在来到法国之后才开始真正的有参与到汉服的活动。以为是小众的文化，但是来了之后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多志同道合的同袍可以一起玩耍。左手搭右手，腹音抱阳，左脚先迈，后脚跟进。我从小喜欢历史，也喜欢看古装剧，但是是我到法国来以后才开始真正穿汉服的。我这套衣服呢是战国到汉朝时期的衣服，穿汉服是有一个非常仪式感的事情，所以今天我就特地穿戴了一个发冠。我今天是第一次穿汉服，其实我之前对汉服也没有很多了解，我可以先尝试着去穿它，然后再理解其中的文化底蕴。我快要回国了，现在上飞机都需要做核酸和抗体的双阴性检测才能上飞机，所以我觉得还是谨慎点为好，一直戴着口罩。我除了穿汉服，我什么都不会。我就喜欢汉服，除了汉服，我什么都不爱。大光难找衣服，穿上汉服让你心服口服。我给谁啊帮忙？忘词了，等一下，你看我好凶啊！好尴尬呀！因为穿起来服更有那个